来同学会吗？啊，为什么只有找到这几个拐瓜裂枣？啊，不好意思，那你觉得那个他们那个哪几位呢是拐瓜裂枣中的裂枣呢？那还用问吗？当然就是我身边这两位啊。干什么？拐瓜裂枣。干什么？哎，今天来我也是委屈我们呢。你看他怎样？那个找不到网红美丽本人就找他嘛。江姐，那你呢？啊，就找不到真的孔刘，就找台湾孔刘嘛。哦，那真的你们真的是低预算的低配吧？对啊。可是问题是我，就是厂商的想法跟厂商的预算嘛，这不一样，跟实际的。但是我今天要的是阿 Ken 跟纳豆。对啊。哦，那真的很委屈我们两个哎。对嘛？我们本来高人气网红跟高人气韩国明星。哦，不好意思，对不对？真的是受够了，而且听说他还为了要演纳豆，哎，还要去烫头发。烫头发？你烫怎么样？没有烫，怎么烫？怎么烫？到底怎么烫？牺牲很大，其实也蛮为难发型师。对，牺牲很大。够了没？怎么到了？够了，要加钱。我们的预算有限啊，不是本来就没有钱，何须加钱？你干嘛一直烫我的头？对，预算有限，我先走。你再走，再录影。好好好，然后转。哎，不好意思，低配版真的很惨哎。没办法，你也知道演艺圈好东西本来就不多啊，刚好这些人有空。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回忆杀，哎，好，不要再看我们这些低配版，赶快来看正版的大学生了没？正版。所以今天我们这边都是仿的，他们才是正版的。他们是当时一起出来的，他们演自己多好赚，你看看。欢迎收看《百变制作心》，一起动脑筋。其实我们刚刚那就是回忆杀，因为以前嘛，就先看康熙，康熙看完了就接着大学生了没？哦，是啊，七八年级生的回忆杀，是，对不对？哎，那你看这个节目啊，哈，哎，当初呢也发掘了很多的。算人才吗？人才啦，有的是人才啦。对啊，有的就是鬼才，算鬼才啦，也很多。哎，他们出来的人也是往各方面的领域发展。而且那时候一做做了好几十个人，真的。要从那个里面呢啊崭露头角，其实不太容易。要脱颖而出，大家都有自己的功力啊。好，先来看一下我这边这一对搞怪腔班底，欢迎小优，还有丽文，以及麦基。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们这边高颜值班底，对，我们的康英英，哇 ，TV Baby， 还有奥斯汀，哦，我觉得这个名字也差太多了，哎，我们这个名字到底谁取的？名副其实，这个谁取的？对，其实可以高颜值，但我们为什么就是高颜值？高颜值是什么？我们只有问题三位，怎么样就好？到底是谁把丽文放在这一队？哎，对。人家也好好的，人家是广告明星耶，广告明星，我知道了，飞进来的，我知道，因为可能本来是海产呐，海产啊，但是那个格调太低，七小瓜换成丽文，逸翔啊，怎么突然变？对，丽文是站错了，对啊，丽文委屈你了，可以允许4:2可以吗？太不公平了。可是你们除了丽文之外，你们这一队的，你们怎么可以进去这个？丽文，我们理解，因为当年他已经拍了很多广告，我是新正妹，对。那你们两位是？哎，我是第一代班底耶，我知道，我就吓到了。出书包，他们那一代有出书。我没有出书，我们还有出写真卡啊，可能对，写真卡拜拜用的。你出鉴宝卡会不会比较实用？而且那时候比如说一本里面好像有12张牌，怎么？哎，那个大学生那时候多爱小优的卡，那宿舍有时候老宿舍闹鬼，闹鬼，气氛又不一样。或者是家里面门口可能路臭，或者是贴八卦镜，对对对，那你可以改成小优嘛。然后其他11位正妹就清了。有时候车子会这个要保平安也会报。对啊，对，你要这样嘛。到底为什么这个节目会有你？我跟你说，我那时候一开始我是因为我朋友去录过一集，然后就后来我想说啊。我那时候要去试镜，我说那我要试那个超级星光大道，因为那时候也是越讲越扯，没有参加综合式4名歌唱大赛哦，有红名还有颁奖给我，真的真的，我那时候唱那个什么，来唱一首，也是不用，那我只能说为爱上玫瑰。游鸿明老师真的辛苦了，没有，他现在就是躲起来收版权就好了。对对对，然后呢，那时候想说好，那我就来试那个超级星光大道。结果一试完镜，然后像那个就是 DVD 就说，好，那你去录大学生的版权。我就进了那个节目了。哦，而且我们刚开始就是会有一些我们是老班底嘛，然后有些新班底进来的时候，像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班，就是有一对班底特别受瞩目。什么意思？就是他们是北艺大舞蹈系。哦，那很厉害。
劈腿叫你等我，然后他们一上节目就劈腿啊，一字马，天哪，就是叫什么英英跟夏雨欣的，我跟你说，他们两个那时候真的是像那个双煞进来哦，双煞，就是因为黑白双煞，太漂亮，而且又太有才艺了，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都有一点怕他们，对，你怕什么？你又不是那种路线。但是就是是一边是丁丁跟夏雨欣，啊一边是小优跟萝莉塔，观众也会分啊。萝莉塔唱歌也中枪，我们后面自然淘汰。而且以前大学生很夯，因为以前的网络没有那么多嘛。对对，还会有一些歌手去宣传呐，都会有一些班导哎，比如说那时候都一些偶像都去，对超多大咖的，那时候超级多大咖。那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明星，然后就遇到孙燕姿，我真的。但是有互动吗？有啊，跟他唱歌，跟他合唱，然后就大走音，就完全就是太激动了，然后就一直抓着他，然后惨不忍睹。对，要唱第一天变成他最后一天，一辈子的遗憾。最后一天，他吓到了。是啊，那都超多大咖，那卖鸡的，因为感觉你一定会对大咖做什么事。我那时候就是都会负责帮忙工作人员收那个艺人那边的杯水，杯水，然后想说帮忙收的话就加减喝一下这样子。对，什么意思？他都会收喝一些那些明星的水，比如说彭于晏啊，彭于晏的水我就把它喝完了，又剩的啊。周杰伦的，周杰伦就是杯水，陈冠希的也。可是喝完没有什么改变呢？就那时候就一直我会有改变，而且喝不完，有时候一整天可能很多了，我都会带回家哎。对，然后冰在冰箱。他有时候会在那个。垃圾桶捡说，哎，这是谁喝过的？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便当。对，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人员的工作？是因为就大家都在跟明星合照，然后都挤成一团，然后这时候我在跟那个艺人间接接吻，这样谁比较厉害？我就拿着那个杯水这样自拍。因为他可能在卖一些杯，他那些喝过的杯水。没有，几月几号？几月几号拿回家的我都会写，然后放在冰箱，然后早上起床今天喝谁的就喝一下，就觉得哇，今天你今天是周杰伦的，对他的能量这样子。没有，他还有个最经典的故事啊。那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录些主题哦，麦基很。聪明啊，比如说在假如宠物主题，对，他明明就没有狗，他去接一只狗，然后呢，硬要上，硬要上，哦，这是我养的小白这样子，然后邻居的狗啦，跟那只狗超不熟的，哎，高颜值，高颜值，这么正常啊，对啊，还好我进去大学生是那时候陪夏雨欣去，所以他先去认识了。那因为我们是大学同学，同班同学，同班，然后工作人员就看到我，他说，哎，你也是舞蹈系的，然后我不知道是我。还蛮厚脸皮，我说，对呀、啊，我是跳舞。干什么？那他叫你，那他叫你去录星光大道。你那天是穿芭蕾舞装，大家生气。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说我天哪，我真的很呛哎，我怎么敢呢？丽文，我跟你交往了。更疯的是 Kiwi 吧，他从头到尾都在摆 pose， 他一直在扭。对呀。我第一次上大学生美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爬上去。Oh my god！ 真的假的？然后那时候就大家都觉得我是 freak 怪胎，可是只有对面麦基懂我。麦基那时候就是麦基懂你，那不叫懂哎。还是他要追你，就你们那时候被追。怎么可能？我那时候感情都很好，他就是一直一路带我到现在。可是对后面我们就是有点。到今天讲他，今天讲他，不会啊！而且以前他们俩还会出去那个天母的市集去摆地，去摆地，你居然记得，记得，对，还有一些假石头啊，很棒！哎，其实那时候都是革命情感，对啊，刚好只有这一次哎重逢这样，分手擂台帮忙一下，分手擂台，你们早讲，我们今天就办那个分手擂台，反哥啊，对啊，我们为了他旁边摆了奥斯汀，你看多帅，对不对？我那时候进去是因为那个捕捉野生帅哥的单元，然后想说一进去就会飞黄腾达，然后跟很多女生这样，结果我的节目代表作是那个跟张浩，你说矮矮的那个很会跳舞，个人美，个人美，对对对对，小贵人美，成为了年度 CP， 因为我们有一集演那个 BL 剧的短剧，结果广受好评，所以我的人生在。大学生里面的代表作竟然是 BL 剧啊，其他的都是男女哦，就是我们是男，我们就得第一名。但现在你们的时代来，因为现在 BL 剧很对呀，对，很差劲。哎，就像刚刚讲的，其实那个节目出了很多人才，真的。而且你没有去过那个节目，你没发现说原来自己有这么多的潜能。那现在讲呢，都是谈笑风生，都是很好的回忆。那今天两队队伍来比拼呢，获胜的队伍有机会可以得到10万元高级家电。马上进入的资格赛，脑力对决。变，它是一项物品，那这个物品要一直摩擦，家里有吗？家里绝对有，而且家里不止一个，家里还不止一个，对对对，一天要用几次？
不一定哦，有的人会用很多次哦。对。你刚才讲了一个，一个，一个。脸红心跳的提示，你能成功解答吗？哎，今天考验大家的是百变名侦探啦、啊。那等一下会给各位两个提示，好、哦，你不要管说那两个提示呢有多不正经，最后一定是一个正经的答案，对，好不好？也考验大家的三观啦、啊。好、哦，准备好了吗？好，好，好的，尽量发问啦、啊、好、哦，那尽量的来答题，没有限制。对的，好，来，百变名侦探。请出题。好，第一题呢，第一个提示，它是一项职业。第二个提示，这项职业呢，你会一直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们要去打。丢打打打打，太快了吧！电梯小姐。哦，百货公司里面，哎、欸，可是我刚刚也有想到，现在讲说这现在很少了哈。电梯上楼，上樓是男的女的？对，电梯下楼。前面要去。不可能，第一个就对了。他有的还会报哦。我们二楼我们是美食街，我们三楼我们什么什么什么。四楼怎么来？电梯上楼，很多手势，摸那个手势，他摸那个门，对，电梯上楼，不要进来，他都会指挥，对，还戴手套，所以你的答案是电梯小姐，不可能，电梯小姐，恭喜。答错，来来来，男生女对男生应该是男生吗？还是女生？不是不是男生，是女生，所以就是女生，是女生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有需要跳舞吗？要跳舞吗？要要，好，有答案了，什么？钢管女郎？为什么？上上下下，电梯的问题是啊，是这样吗？示范一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所以你的答案是钢管女郎。恭喜，答对。什么？万一你如果想问，对你刚刚的答案是什么？没有，刚刚管会问说要喝酒吗？没有，他刚刚全是很像喝醉的钢管女郎，他一直在那边。他是苏格林上上下下，对啊，电子花车在吊在上面的那一种。哦，那恭喜高冠强一分，万人抢答。王庭伟跟立文，还是你很厉害。准备好了吗？好，下一题，请出。好，它是一项物品，那这个物品要一直摩擦。好开心的物品啊！你说在身上摩擦吗？嗯。在身上，它是在身上。其实它是这样的，你可以用在身上，但用在身上是专门用身体的，然后你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地方。哦，对，有对。好，来来，你要答还是要问？我要防晒乳。它涂防晒乳。防晒，等你的答案就是防晒乳嘛，对不对？啊，一直摩擦嘛，然后挤出来，摩擦在身上。对，恭喜。答错。它是需要用那个，继续问，继续问。它其实需要液体去辅助它。对啊，家里有吗？不然你用来来，家里有吗？你要问问题，对，家里有吗？家里绝对有，而且家里不止一个，家里还不止一个，对对对，一天要用几次？不一定哦，有的人会用很多次哦，对，这很难讲哦，很多次，保湿乳液吧。保湿乳液，对啊，也有的可能一个礼拜用一次哦，对，对不对？去角质，哎，那磨砂膏，你刚才讲了一个，又讲了一个，有人一个礼拜用很多次，有个人搞不好一个礼拜才用。其实它是清洁用啊，私密乳。你看我，来来，你要问还是要打？是两个字吗？不是，不是。是两个字，男生还是女生？男生，人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人都可以，不分男女老。用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哎，他要问。用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全身，全身吧，全身吧。你想在哪摩擦就可以用哪里啊，对不对？因为它只要沾着液体去辅助，然后它是清洁用品。可以专门用在身上，你就打。我觉得是什么？我要什么 ？I think a toothbrush， 牙刷。牙刷，全身摩擦嘛，可是不是两个字。对呀，全身啊，全身你就不对。哎，你不要骗我了。来来来来来，丽文，洗澡巾，洗澡巾，搓的那种。哦，洗澡巾，所以用在身上。哦。家里有很多种，然后一种就是沐浴乳嘛。那如果它突破洗澡巾这个范围，它的通称叫什么？刷子，刷子，刷子，
刷子，啊，就不是两个字啊，不是刷子，哎，还凶。来来来，你可以拿来洗，洗蔬菜、洗水果、洗碗、洗身体都可以。你说菜瓜布。菜瓜布可以用全身，哦，一直摩擦嘛，对不对？他蛮好心的，而且他刚有个重点，要用液体来辅助。对啊，好啦好啦，哦，你的液体就是什么洗碗巾、洗碗巾这些，脱衣球了。哦，所以你的答案是菜瓜布，恭喜答对。用在身上，真的用身体，用在身上。我们有时候。有用那个一块的洗身体的菜瓜布啊，或者是沐浴球也是菜瓜布，然后还有一条的那个也是菜瓜布，有些是这样，然后有个手可以这样套进去，没有，都统称叫菜瓜布的意思。因为菜瓜布的范围比较广，其实一开始的答案就是菜瓜布，只是你问我说可不可以用在身上，我就想说，用在身上的话，就是有一些好像也是那种材质的，你就把你自己的习惯拿来当答案，然后要。哎，叶心蕾，一块水晶肥皂，从头洗到脚，怎么了？拿来洗碗。对，那那个菜瓜布还是在五岁开始用？不是，我们那个小时候不是有一条的，然后还有一块的，是不是丝瓜的？丝瓜，它就是用的菜瓜啊，菜瓜跑哪里？老怪跳班里已经2分了，不要加油啦，换人抢答。对对对，对快机，好，加油了，下一题。请出题。它是一个行为，那这个行为是偷偷摸摸，犯法吗？犯法，法律的话是不犯的，但是如果以什么游戏规则来讲是犯法。对，道德层面。对了，违反了规则。可是如果你有一些正式的那个，这个是哦有，如果是一些跟公文有关的，正式公文有关的，需要很多人吗？需要，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一对一，有时候哇很多哦。很多人，你可以自己的。有时候上百人的都有。对，然后你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我要打。哎，可以。有答案了。作弊。啊？哦。为什么？作弊。哦，它是一个行为。对。他偷偷摸摸的。他违反规矩。哎，作弊有的哎也上百人。可是他刚刚说有的也不违法行为。这小作弊。你小作弊也是违法的，你因为所谓的违法，你如果说考试触及到法律，你在学校考试作弊，或者是哦偷看同学叫同学答案给你看，对，那个没有到法律那么严重，对啊。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些国家的机构，一些公文考啊，或者是国家的钱，有一些好像是哎。哦，好，你的答案是作弊，恭喜。答对，耶耶耶耶耶！不是有特别大，有一部泰国电影，他们就是集体学生，对，几百人的，对啊，所以都会有影响。是，好的，我们这一回合呢，恭喜这个搞怪康班底2-1获胜。待会下一回合，他们有优先的选题权。哎，那所以哎，你们这一组要加油啦！行，一起进入不是 A 就是 B。各位都知道，每一个团队里面呢，都会有一些老鼠屎。那有没有那种一整团都是老鼠屎？我不许你那么说立文，对他不是，他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是一对一的要 PK， 对，所以就要查出谁是那个老鼠屎。对，两队各派出一个人进行 PK 哦，那就抢答答题。那我们有两个选项，所以不是 A 呢就是 B。啊，每个回合共有10题，总共30题，最后看哪一队答对的题数比较多。好，最后是总分数哦。是，那我们刚刚是搞怪这边获胜嘛，所以我们三个回合有帮你设计了4种题目，真的很偏心哎，有没有偏理啊？对，我们就是偏怎么样？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题库，好，来来，请看。好，有娱乐题、生活题、旅游题跟历史题。先派出的是小优吗？学姐哦。好，那个毕竟也是出道蛮久，娱乐题，娱乐题，哎，你是第一代学姐，那你他们你要选谁？那你要选一个，哎，选一个没有在关心，对，没有在关心啊。我跟你讲，我就要选明明他们这队说好要穿牛仔，他却一个人穿粉红色的 P V。哎，你那个你要留给麦基选，让他们两个在上面。哇，不好吧？而且一抢都抢，那个要跟 Kiwi Baby 那个报告一下，对，你要上去的时候，你不要不能爬上去，随便跨到桌子上，请你要好好坐着答题，你不要跨着答，不要这样。好，小优你要选 Kiwi 吗？对，好，两位请上。
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手势是摇滚手势？来，小优，错误是哈。下列哪一个是高雄市的大港桥？英英，英英，正确。下列哪一个是鲤鱼？来，奥斯丁。A 或 B 二选一，你的脑袋实力有多好？不是 A 就是 B， 娱乐题请出题。根据官方数据，陶晶莹跟纳豆谁的身高比较高？A 纳豆 ，B 陶晶莹。3, 2, 1。好，雅琴姐，雅琴姐，纳豆是158点多少，所以应该是啊，到底谁？桃子姐比较高，桃子姐比较高，正确，陶晶莹161。根据官方数据，哪一位西洋天后的年龄比较小 ？A. 碧昂斯 ，B. Lady Gaga。3, 2, 1。哎，好 ，Kingwei。I think it's B. Lady Gaga。正确。1986年。图片题：谁是天王周杰伦的老婆 ？3, 2, 1。哎，小优，我跟你讲 ，A 是我 ，B 是潘玲。恭喜答对。图片题，下列谁是 No Wonder Girls 的成员？ 3, 2, 1。小优，你那么快，好，恭喜答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暂停一下，暂停一下，可以回到刚刚那个题目的那个。那个手是你的还是是别人的手？我的，那是我的。为什么你每一张照片都像鬼片？那等一下，不好，那刚好暂停，提醒一下，所以兔王再按好不好？对、啊，对不起，我第一次来，我第一次有地震，我好想赢。好 ，OK， 准备好了。好来，来，下一题，请出题。经典台词“我佛修一，心煞无魔”出自于哪部电影 ？A. 女鬼桥 ，B. 咒。3, 2, 1。来，小优，咒，恭喜答对。我的按钮坏了。漫威角色中的猛毒，他的本名是什么呢 ？A. 艾迪·布洛克 ，B. 彼得·班杰明·帕克。3, 2, 1。小优 ，A. 艾迪，正确。B. 帕克是蜘蛛人。图片题，哪一位是今年的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 ？3, 2, 1。来，听位。哎呦，你电视圈的在干嘛啦？你啊，刘冠廷正确 ，B、B 是金钟戏剧。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手势是摇滚手势 ？3, 2, 1。来，小优，摇滚手势 A， 错误是 B， B 是 Rock， A 是我爱你。哦，是哦。卡通人物蛋黄哥是由哪一间动画公司所创造的 ？A 三丽鸥 ，B 亲和动画。3, 2, 1。小优，为什么？蛋黄哥应该是三丽鸥吧？正确。对。图片题，哪一个是齐先生、妙小姐当中的开心先生 ？3, 2, 1。哎，小优 ，A 正确 ，B 是冒险先生。好的，回合结束，谢谢两位。哎，我按钮坏了吧？没有，是你的人坏了。好了，刚刚那个Rock 跟我爱你的手势，大家常常搞错。那其实你就是看拇指哦，拇指收进去这样子呢是 Rock， 我还以为是撒旦主义的意思。对，这样两个脚，对，你有两个脚哦，撒旦的两个脚，然后背面是 Rock。那我爱你呢，拇指要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就是 I 嘛，哦 I， 然后中间的 L 字就是 Love， 然后你这样子又变 U， 所以 I love。You， 然后就是这样，我爱你。你怎么比得很吃力的感觉？不是，因为我的那个小拇指比较短，所以我也没办法比三，我都要折一下这样子。对对，小拇指比较短。那会儿、欸、那很厉害耶。对 ，Kiwi 两分，然后小优拿到七分。哇，好强哦！好厉害。现在你们这边落后了五分、欸，要加油，要把它追回来。有没有一些强棒可以派出来？因为换到你们，换你们来选题库了。我们英先，我先吗？好，那你要选哪一个？生活、旅游跟历史。旅游题好，旅游吗？好，旅游。那你要麦基还是要立文？对，选一个最不会旅游的。我现在选立文好了。对啊，因为麦基感觉都跑去泰国了。哦，会跑来跑去。他学一些下降头什么。
然后好像吓到自己。好，哎，可立文是外景主持。哎呦，完了完了，你选错了。哎呦，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我是单纯不想跟你同台。小看依依，因为他之前前几年还有做一系列到台湾各地去拍照，有月历嘛，对对对，一样又是那个芭蕾舞的，芭蕾舞的包包，在每个地方对对对，每次每个地标都拍，所以也是很厉害哦。好，两位请上擂台。好，不是 A 就是 B， 旅游题请出题。菲律宾度假胜地长滩岛位于菲律宾的哪一个区域 ？A 中部 ，B 北部。Three, two.一，中部吗？正确。哇，根据观光署统计，今年上半年人潮最多的老街在哪里 ？A. 台南安平老街 ，B. 彰化鹿港老街。Three, two, one。一，台南安平老街。错误，是彰化。好，台南是第二名。图片题：合掌屋是哪一个国家的特色建筑 ？Three, two, one。来，立文 A 正确 ，B 是南韩。图片题：哪一个国家的时差跟台湾相差较大 ？Three, two, one。一 ，B 正确，意大利跟台湾差6个小时，希腊5个小时而已。2025年即将开幕，全球最大的星巴克位于哪一个城市 ？A 台北 ，B 西雅图。Three, two, one。一。B 吧，哎，错误，是台北。真的假的？对，这个是在信义成品。哇、wow, ，OK。青梅想要看樱花勾吻龟的话，要去哪一个国家公园 ？A. 玉山国家公园 ，B. 雪霸国家公园。Three, two, one。英英 ，B 雪霸，正确。小梁想要看蒙娜丽莎的微笑真迹，需要到哪一间博物馆呢 ？A. 大英博物馆 ，B. 罗浮宫。Three, two, one。立文 B 正确，罗浮宫。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泰国文字 ？Three, two, one。A 正确 ，B 是阿拉伯文。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高雄市的大港桥 ？Three, two, one。B。正确 ，A 是金门大桥。根据调查，2024年全球最适合夜生活的城市在哪里 ？A. 巴西里约热内卢 ，B. 菲律宾马尼拉。Three, two, one。一 ，A 正确，巴西里约热内卢。好，回合结束，谢谢两位。哇，好难写。哇。其实真的不简单呢，对，蛮有深度的啊。再像今年2024年上半年这样统计下来，其实人潮最多的是鹿港老街，哦，将近有1100万的人呢前往旅游。是，而且因为上半年还有那种三月封妈祖嘛，啊，鹿港那边也有天后宫，所以大家也会去。那现在鹿港老街也有很多文创的，非常的厉害。再来安平老街很厉害哦，因为那个台南建成400年。对，台南建成400年开，因为台北现在是140年，可台南已经有400年的历史，所以。安平老街也很值得大家去了，好，那排名应该只差一点点，第一名是彰化鹿港，第二名是台南安平。然后像呢，我们之前台北市信义成品不是闭幕吗？对。但接下来他们其实就是要改开全球最大的星巴克，是全球，对，2025年开幕，好，大家有空都可以去，哇，值得期待了。刚刚我们立武拿到2分，英英拿到6分，哎呦，所以目前总分比下来呢，高颜值这边是8分。好，那我们的超搞怪超超搞怪，哎，我们的对你还讲错，太过分了吧？也太可怜了，对你已经不可怜了。还是本来想讲拐瓜裂枣，我觉得是，因为有时候我想说看本人大概就念得出来，然后我又说哦，我们超怪，哎，不是有个腔，哦，又怪，其实他们都有，又腔又都有，对，你们是9分，所以你们只领先1分，那最后追上来了，有机会。我跟你讲，你干嘛去哪里？还没，你还没选，还没选。来，生活跟历史你选，这样不错，生活，生活啦，生活吗？你说你比较会生活，反正你生活你一定就对奥斯汀嘛，对不对？好，生活题哦。好，生活题，两位请上擂台。不是 A 就是 B， 生活题请出题。哪一种慢性病患者比较不适合168断食法 ？A. 糖尿病
B 高血压。Three, two, one。奥斯汀。A 正确，糖尿病。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榴莲 ？Three, two, one。奥斯汀。B 正确 ，A 是菠萝蜜。图片题，谁是现在的基隆市长 ？Three, two, one。哎，麦基。B 正确，谢国良。中央气象署定定的地震震度最高到几级 ？A 六级 ，B 七级。Three, two, one。来，奥斯汀。B 正确，七级。根据调查 ，Z 世代最爱用的网络流行用语是什么呢 ？A 破防 ，B 要确。Three, two, one。麦基。破防正确，第一名。Ubike 电辅车租借未满30分钟要付多少钱呢 ？A 20元 ，B 30元。Three, two, one。哎，奥斯汀。A 正确，20元。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 Honda 汽车的 logo？ Three, two, one。奥斯汀。B 正确 ，A 是现代。图片题，下列哪一个是鲤鱼？Three, two, one。来，奥斯汀。A 错误是 B，A 是鲫鱼。医师指出，吃哪一个食物能够增强男性的性功能 ？A 菠菜 ，B 鸡佛。Three, two, one。来，麦基。菠菜。正确。衡量经济状况的 GDP 中文名称是什么呢 ？A 国内生产毛额 ，B 国民生产毛额。Three, two, one。麦基。B， 错误是 A L GDP 啊、oh。B 的话，国民生产毛额是 GNP。Oh。对，好的，回合结束，谢谢两位。是，谢谢，谢谢，谢谢。好，刚刚那个鲤鱼跟鲫鱼不好分啊，但其实关键呢，你仔细看，虽然长得很像呢，鲤鱼它的独特就在于它有胡须。哦。你只要看到有胡须的话呢，哎，那就基本上大几率是鲤鱼，鲤鱼啦，对，好的，那刚刚那一轮呢？其实麦基拿到了3分，那奥斯汀拿到了5分。其实最关键就是奥斯汀他都有抢到你，很棒，而且命中率也很高。我那时候那个钮好像坏掉了。没有啊，你做最后你还要抢到，你只答错。可是你刚刚我，而且如果他真的坏掉，也是被你的两位队友弄坏掉了，按坏了。没有没有没有，而且重点是我们刚刚从那边看你。好鏘哦！我很认真在听啊。还好。对，那其实刚刚有一题哈，哪一个食物可以增进男性的雄风啊？好，那其实就是菠菜，因为菠菜里面富含了一氧化氮，那一氧化氮呢，可以帮助你海绵体好的血管比较放松，所以帮助你可以勃起。那其实鸡佛哈，其实里面虽然有很多可以壮阳的雄性激素啊。这个鸡佛的部分，你可不可以对着 Kiwi 讲？因为刚题目一出来，他就说鸡佛。你是吃很多鸡佛没吃菠菜 ？AV 女优都要吃鸡佛哎，没有，那要帮助男性啊，你女生吃鸡佛有什么用？对，因为听说你们什么好吃？就是因为如果因为我们是问说帮助男性，女优吃鸡佛也没有用啊。哦，要男优啦，要男优啦，对。但男优吃鸡佛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因为鸡佛里面呢，虽然有很多睾固酮、对，跟锌，还有雄性激素，可是经过高温烹煮，这些都不见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要就要吃生的。哎呦，没关系，我们因为你说高温烹煮以后就没用啦。我们吃菠菜可以吧？哦，可以，菠菜是可以的。可以，对对对，没想到奥斯汀他们竟然逆转。转胜了，刚刚最后一个回合，搞怪鏘班底呢总分12分，那我们高颜值呢总分是13分，哦，成一分，恭喜我们的 A 组 ，A 组很棒，奖品又多，秒数又多了，要好好把握啦，希望你们可以把大奖带回家，好，一起进入百变终局之战。南欧国家希腊共和国的首都是哪一座城市？正确。知名的朝日温泉位于哪一个离岛上？正确。英文能力测验托福考试内容分为哪4项？正确。重量单位公吨会用哪个英文字母代表？正确。迪士尼角色当中，高飞跟唐老鸭谁的年纪比较大？终局之战，你的智力有多厉害呢？恭喜高颜值班底队啦，他派出的是康英英，好险他们赢了。刚刚好逆转胜，画面看起来舒服多了。啊，也是啊，也是。真的一直在霸凌。我们前面很努力耶。有啦。那所以
以等下 B 组还要举行吗？够长了，够长 ，OK 了。哎，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A 组除了颜值以外，还可以带走什么家电呢？哎，有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哇，好想要！电瓶三层冰箱，以及50寸4K液晶显示器，哎，总价只要超过10万，好棒哦！好想要。那我们对面有高颜值关主啦，好，首先是我们壹电视当家主播廖世翔主播，哎，还有国家高考营养师美女营养师方慈孙营养师，大家好。哎，那英这边也不用紧张，因为我们这边呢有技能卡3选1给你。三选一，对，好，如果你抽到火力加一，你可以选一位你的队友，好，跟你上去2对2。OK。然后关键10秒，因为我们是比谁先归零谁就输，所以在官方的15题暂停的中间呢，你可以决定要加你自己10秒，或者是扣他们10秒。这个很棒啊，这个很棒，对，哎，很实用，很实用，比那个队友火力加一实用太多了。再来关主连打，遇到不会的题目你使用，马上帮你暂停时间，那一题你也不用打，就直接轮到对方。OK， 那他们这边还要答对2题 ，OK， 才会再轮到你，所以直接帮你省时间，又扣了他们。我随时可以拿出来用，对不对？可以，对，可以。但前提是你要抽到他，因为我们只有3选1。对对对，哎哎哎，那觉得哪一张最帮助得了？我觉得应该是关键10秒，关键10秒，因为10秒里面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太多事情了。有时候着床就是那时候。哦 ，OK。在讲什么？而且他小孩也很健康。确定吗？好讨厌！我想看关主要不要帮我忙，是这一张吗？坚持，坚持吗？嗯哼。所以你的选择是中间这张。逗你啊。耶！10秒，太好了，很好用。啊，看等一下怎么来运用。要一人一题哦。哎，你先开始。好的，加油。好。嗨，老师，请出题。电视节目《大学生了没》第一代女主持人是谁？曹晶莹。正确。手机配件 Castify 源自于哪一个城市？香港。正确。非正式娱乐性节日光棍节是几月几号？10月11日。正确。2025年世界壮年运动会将在哪一个城市举办？台北跟新北。正确。南欧国家希腊共和国的首都是哪一座城市？雅典。正确。知名的朝日温泉位于哪一个离岛上？绿岛。正确。英文能力测验托福考试内容分为哪4项？听说读写。正确。邮地区号第一码是1，代表是哪一个县市？台北市。正确。日本女演员小松菜奈的丈夫是谁？菅田将晖。正确。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就辞职的行为被称为什么？裸辞。正确。漫画《美少女战士》中越野兔的丈夫是谁？Pass。下一题。电影《不可能的任务》，汤姆·克鲁斯在剧中叫做什么呢？ Ethan。正确。高尔夫球当中，小鱼标准杆一杆称之为什么？ Birdie。正确。日本红灯区歌舞伎町在东京的哪一区？新宿。正确。经典芭蕾舞剧《睡美人》是哪一位作曲家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正确。时间暂停。5。哇，很近耶！英英60秒，关主64秒，有机会。那要听一下梁主任的分析吗？好，可以，请说。其实这个哦，你那边完全没有输，因为刚刚是答到哪里？刚刚他们呢？答到这边嘛。那现在你嘛？那可是因为你有关键十秒啊，你可以看是要扣他10秒，还是要加他10秒，你自己可以做。加他10秒干嘛？你可以扣他十秒，你看这样子，你其实是变成领先的地位。对，如果他扣10秒变54，但是待会如果休息过后，你会先答题，所以其实你有领先，但只领先一点点。刚刚那个美少女战士的想的比较久，对，不然其实你应该不会输他，因为刚刚那个思考就3-4秒。还是说那一题要问麦基？可是哎，对啊，美少女战士，你知道你老公是谁吗？你都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燕尾服蒙面侠。对，就是刚刚其实只说哪一题而已。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已经冒出演员心之柱，是小溪。为什么？为什么啊？我不知道，要去什么越野？对，我不知道，就是这演员李小溪怎么穿？看他穿着内衣这样子打扮成东南亚的样子吗？哎，对，小溪有换过。美少女战士，我是想到。那现在呢？你有要换人吗？我觉得可以继续扣对方是，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扣自己是我们比较轻松，但扣他们，他们给他们压力，所以你看你对也可以。因为我跟你讲，我们是比谁先归零谁就输。对，你加自己的话，你会延长比赛。
那如果你觉得你的答题能力很好后，我再延长，可是应该是扣他们会对我比较吃香，你会比较好追啦。对 对, 對。好，那扣他们。扣他们。对不起，主播。六四秒，关键十秒。你要换人吗？不换，不换，不要换。我觉得你表现非常好。对，你继续好不好？好。好。待会换你先哦，你先哦。好，我先。OK。其实是有可能，有可能哈，好，加油，电视机，来，第二阶段，请出题。热豆浆冷却后表面形成的薄膜是什么食物？豆皮，正确。日文中的 gamba day 中文是什么意思？加油，正确。歇后语猫哭耗子中的耗子是什么动物？老鼠，正确。聊斋志异当中女鬼聂小倩跟谁发生了情愫？宁采臣，正确。唐宋古文八大家当中共有几位唐朝人？两位，正确。富比士商业杂志的总部位于哪一个国家？美国，正确。南洋料理乐沙名字的由来跟哪一种语言有关？不知道，下一题。发生七七事变的卢沟桥位于中国的哪里？南京，下一题。雕像米诺的维纳斯收藏在哪一间博物馆？罗浮宫，正确。台南的义载金城是清朝哪一位官员建造的？沈葆桢，正确。港片《唐伯虎点秋香》中饰演祝枝山的是谁？啊 ，pass。下一题。根据美国宪法，年满几岁可以参选美国总统？十八。下一题。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跟哪一个国家接壤？哈尔滨。下一题。孙中山国父诞辰纪念日是几月几号？四月二十。下一题。史书《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还是罗贯中？陈寿，正确。中国五行当中代表黑色的是哪一个要素？水，正确。清朝的《天津条约》是第几次英法联军所签订的？时间到了。后面比较难啊，对，国父孙中山的诞辰呢是11月12日，然后他死掉是3月12日，然后他都是12号就对了，对对对 对, 對。那4月20日到底是哪里来的？好像是演我的生日，因为有演一个那个舞台剧，就是讲国父纪念馆的历史，对，所以我们是在4月20日首演的。顺便打戏，但是哎，唐伯虎演秋，演秋香，那个祝枝山就是陈百祥，陈百祥，他演过很多，百祥，百祥，然后呢，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跟哪个国家相邻？他说哈尔滨，那又回到中国了。你要往上就是俄罗斯，俄国家，对对对。那我们常吃那个南洋料理乐沙，其实它是源自于梵文。那梵文，古印度梵文那个拉沙就是很多的意思。因为乐沙它有很多那个香料跟那种小鱼干，全部把它拌在一起，它那个汤底嘛，所以就是很多的意思。好，范文。好的，那我们这边还是要遗憾宣布 A 组挑战失败。欢迎 B 组登场，搞怪枪班底呢，太棒了。对，他们派出的是立文，对，那我们就放心了，有一点去无存精的感觉。是不是画面比较好看？画面比较好看，其实都好看。对啊 ，OK， 都好看啊。我们是怕你上去的话，主播答题能力会加速变得很好，因为他同时也是身兼年代晚报的制作啊，是吗？你的老战友啊，对对对对，雅琴看世界。好，那一人一题哦，那你获胜的话呢，有50寸的4K液晶显示器，哇，麦基来麦，因为麦基来加码。那就要奖了，吸尘器跟电子锅都给你。哦，他等于人人有奖啊，如果得奖的话。加油啊！哦，我不能临时换队友。没有，没有，没有，没办法。没有，没有。保持冷静，再保持冷静。好好的，吸尘器是无限的，电子锅是马上就 pass 的哦。哎，加油，要好好的争取啦。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边先答啦，加油，老师。对。请出题。新闻节目《年代晚报》的主持人是谁？张雅琴，正确。美国职棒大联盟当中的道奇队主场在哪一座城市？洛杉矶，正确。网络迷因妇产科蔡医师的粉丝取名为什么？试管婴儿，正确。泰雅族的祖灵祭跟哪一个作物收成有关？小米，正确。重量单位公吨会用哪个英文字母代表 ？P， 正确。迪士尼角色当中，高飞跟唐老鸭谁的年纪比较大？高飞，正确。最苦的咖啡曼特宁原产地出自于哪个国家？印尼，正确。台湾南部常说的妈祖花指的是什么花？洋桔梗，正确。日本的咖喱最早是哪一国人引进的？
英国，正确。香港的铁甲奇侠是哪一个漫威角色？钢铁人，正确。水果葡萄柚是柚子跟哪种水果的杂交种？ Pass， 下一题。肯德基 KFC 的 C 是什么英文单字？ Chicken， 正确。彰化普盐顺泽宫的主神是哪一尊神明？玄天上帝，正确。树木的年轮中颜色较深是哪一个季节生长的？秋天，正确。冬天赏雪圣地合欢山横跨了哪两个县市？南投花莲，正确。港片当中周星驰饰演的至尊宝是谁的转世？孙悟空，正确。宋家三姐妹当中谁嫁给国父孙中山？宋庆龄，正确。俗话常说男怕入错行，下一句是什么呢？女怕嫁错郎，正确。法律规定人肉占车位可以处多少元的罚锾？500，正确。根据推测恐龙在侏罗纪还是白垩纪全数灭绝？侏罗纪，下一题。曹操名言您叫我负天下人，下一句是什么呢？ Pass， 下一题。台湾十大建设当中在东北角建造了哪一个港口？基隆港。好可惜，就最后两题。白垩纪跟什么？朱龙王纪，对，恐龙完全灭绝。还有那个曹操的名言，对，您叫我负天下人，就叫天下人负我。太紧张了，就这两个，关键有机会了，跟朱龙就二选一就好了，对不对？对，那恐龙其实它是在白垩纪的时候全部灭绝。那后面十大建设其实苏澳港啊，苏澳港，这两个如果答对，哇，你很棒！刚才葡萄柚很多是柚子，是星光。葡萄柚其实就是柚子跟柳橙，你会发现它的切面很像柳橙。对，那我们吃葡萄柚有什么帮助？就是维他命 C 很多，维他命 C 很多，还有一些多酚类，女生吃会养颜美，漂亮，变美白。营养师交代的，是，大家可以听取一下。那我们还是要很遗憾的宣布 ，B 组挑战失败。而且刚刚那个制作人呢、啊，突然呢，江思燕良心发现啊，加了那么多项，对啊，真的就是那两题。最后十几秒已经在想，电子锅要煮什么饭？吸尘器要吸哪里？送谁要怎么分了？对啊，哎呀，好可惜哦。不过啊，这边这边有什么事吗？他的收看百分之多少？看什么？他一直不管有没有拍到他，他都一直在做表情。然后还一直把推眼镜，对呀、啊。啊，你这在干什么？你不要乱讲，你讲谁？对啊，林伟玲。哦，那可以，很可爱，很可爱。好好好，那没关系，哎，真的都差一点啦。真的，下次有空再来啦。好，还是感谢我们的观主守住了我们10万元大奖。谢谢大家。好，那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下次见，拜拜。